攞住100万支票就可以睇嘅楼盘，启德嘅天晒海，成个销售流程好高格调，唔系普通人可以 walk in 入去睇嘅，系需要预约，而且每一台客发展商都会特登揾两个工作人员陪同讲解同埋协助。呢把单位未公开住，都系睇住个模型。现时成个盘买得最高嘅尺价就系一间平台特色层，2100尺连埋1300尺嘅平台，总价大概系1.2。这口价我觉得贵的，因为它不是买一线海的景观，它是会被一座挡了一点的。而一座的普通分层大概是55元尺，如果折实所有折扣或者是回赠，我们俗称的光珠价大概53元尺价，就是20楼个件。这口价是我预期之内都叫做相当不错的尺价。如果给你买，你会买件近68000元尺价的平台特色，还是用53000元嘅尺价买件一线维港烟花景嘅，可以留言话我知。如果我哋睇翻个销售图，天晒海现时卖紧嘅期数包括咗 mansion 同埋两间 house，然后就一座去到6座，得一座那边是完全一线海。他现时卖出的单位就20楼，55元尺，之后2座是未卖的，3座是有成交，最便宜的尺价是33000，而5座都有成交的，分别是成交了42000和46000，6座那边都暂时未有成交的。以景观来计，2、3、5、6都在里面，景观是受限于其他期数和1座那边。而定位上呢度就30000尺起步，呢度就40000尺起步，只1座就50000尺起步。咁嘅价钱，你觉得发展商有冇卖贵到？可以留意话知。